酸啊，啊，什么酸啊？什么酸会反应呢、啊？好，这两件事情都原则上都 OK 了吧？哎，就是我们讲那么多，就是为了这位先生的。那这个东西，在我们等一下要讲的行类里面来讲，就比较重要。哎呀，我忘了照相。没关系，有录影。谁帮我看一下乳糖水解以后变成？先找到双糖的地方。葡萄糖跟泛乳糖 ，OK。
其实糖类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用架构的方式去做记忆。糖分单糖、双糖、多糖，只有这三种。单糖里面分成葡萄糖、果糖、半乳糖。好，请问这三种哪个是还原糖？看你的讲义。还原糖是葡萄糖。葡萄糖是还原糖。还有吗？麦芽糖是多糖，双糖。我现在讲是单糖。果糖。果糖也是还原糖。OK， 还有呢？半乳糖。三个都是。好。还原糖是什么意思？没有。回答我，还原糖是什么意思？还原糖指的是它可以经过缩合又水解的。什么叫还原糖？我们上一节才讲完。我不知道。会产生什么反应？还原反应。这废话。又笑了。我之前讲。对的。我们上一节课花了一个小时时间讲了两个东西，就是可以使多伦试剂产生什么反应？阳性。什么反应？阳性反应。什么叫阳性反应？叫阴性反应。糟了，我会产生阴性反应。所以你要至少录影机要录下来。然后可以使斐林试剂产生氧化亚铜的沉淀反应。这样可以吗？单糖这样子可以理解吗？嗯。OK， 所以原则上糖1、2、3、4、5、6，对，那这边都会有全基。那至于说这边会有OH 不一样的位置，会导致它有其他各种的不一样的一个特性。但是这个东西，我认为一个高中生不必去理解。我转给各位的档案，传出去了吗？有。那个档案很大，
请你把你把它放在你的笔记型电脑里面，然后你有兴趣你再去看。你可以不看，你要看什么东西呢？看我们这个里面一共分的什么范例，对不对？然后呢，第一个是练习，对不对？然后一个是这个考题，对不对？来，看这边，我的档案里面，从2-0一直到2-6，各节，它最后面都按照这样的排序，范例，1、2、3、4、5、6、7、8，一直下来练习。然后顺序下来，考题顺序下来，里面的如果说这些范例练习考题你可以看一遍，我想就够了，有计划就结束了。 OK， 就怕你不看。所以，我这里面所写的未必完完全全的正确，未必完完全全的正确。当你发现说我里面有错误的时候，请你随时告诉我，好吗？所以，陈佑应该把那些档案都已经传出去了，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透过你的手机把这些档案存在你的电脑里面。好，话说回来，这一些就是因为它自己会有全息的存在，所以它会还原器。这种糖我们称它为还原糖。当你知道这三种单糖都是还原糖的时候，它就可以使多伦试剂产生一定反应，可以使斐林试剂产生氧化亚硼的沉淀反应。OK， 好，好。请你看这堂是不是还原糖？不是。为什么？他写的。他写什么？是说糖中唯一不具还原者，还原性者。因为它是经过缩合的关系，那个全息不见。OK， 所以这堂 OK， 好，我们看。蔗糖不是还原糖，所以它不可以使多伦试剂产生凝性反应，它不可以使斐林试剂产生氧化亚硼沉淀反应，对不对？好，乳糖呢？可以。乳糖是还原糖。那麦芽糖呢？可以。麦芽糖是还原糖。OK。这样子。你只要记一个这堂就行，对不对？好，再经过缩合，它就变成多糖。多糖里面有淀粉、纤维素跟糖原，这个东西我们不谈，我们只谈淀粉跟纤维素。淀粉又分为直链的淀粉跟支链的淀粉。直链的淀粉有一个特性，
这一个特性，请各位记下来，因为啊，因为在国中，如果说你的国中化学老师或国中理化老师曾经跟你讲过淀粉的溶液可以来检验有没有碘的存在，高中的有机化学就告诉你说，只有直链的淀粉碰到碘才会呈蓝色，支链的淀粉碰到碘没有反应。但是淀粉里面呢，只有20%几是直链，其他是支链，而支链的容易溶解于水。所以当我们用当我们在分析或滴定上面有一种叫做酸碱滴定，请问用什么方式是剂？酚酞啊，酸碱是用酚酞，不是酚啊。差异性很大。好，酚酞，所以酚酞在碱性溶液里面会有颜色，在酸性溶液里面没有颜色，对不对？是不是？那淀粉指示剂就可以来当做有没有碘出现的这个指示，对不对？这个东西是用在什么上面呢？用在氧化还原滴定上面，这个各位不要记，你呢听过一次就好。我相信各位的老师听过一次都记不下来。好，当碘离子还原成氧化成碘的时候，这个是氧化数是增加，对不对？是不是氧化数增加，这叫氧化，对不对？是不是当碘离子氧化成碘的时候，当这个东西出现以后，碰到淀粉指示剂，它就会碰一下变成蓝色，而且那个蓝色，差不多全干了。不要想说像志杰衣服那种蓝色，不行，一下子那个颜色会很深，会很深。好，当有这个东西出现的时候，加上水。都在水溶液里面，所以它会形成这个东西，会有这个东西，而实际上是因为这一个反应的存在，然后因着这一个东西的产生，而使得它跟淀粉溶液，那淀粉溶液呢？这边我先插个话，我们就把你家都有面粉，对不对？你把面粉抓一把，丢到水里面去，一直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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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不管它，放在那边，它慢慢，就有些东西就沉下来，对不对？在家有没有进过厨房做过
他做过什么事？比较有嘛，对不对？啊，下次试试看。然后呢，我们就把上面澄清的那个水，把它取出来。这种东西就叫做淀粉指示剂。那这个里面呢，就是直链淀粉，因为它已经溶解了。了解这意思吗？好，这种直链淀粉呢，我们就把它加在我们要滴定的这个东西里面，然后上面滴滴滴滴滴，然后使得里面的碘离子变成碘，然后碘呢会跟里面的水马上形成这个东西 ，IO3 负这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碰到淀粉指示剂，它马上就会形成非常蓝的、非常漂亮的一个蓝色，这个时候就叫做滴定终点。这是传统的氧化还原滴定里面的一项。氧化还原的滴定里面大概有七八种，每一种都是比较复杂的，所以连高中都去讲氧化还原滴定的问题。好，然后再过来纤维素。纤维素这个东西就构成植物的细胞壁，植物是因为有细胞壁，所以可以产生有一种东西叫什么？细胞壁跟纤维素？纤维素。对啊，纤维素啊，它可以跟。它可以产生植物的维管束，当它变成维管束以后，就可以变成两种东西，一种叫做木本，一种叫做草本，对不对？你现在吃的菜原则上都是草本，你会吃木本吗？不会吧？木本咬不动，对不对？都是草本的东西。那草本植物里面呢，你吃进去以后呢，会有什么？会有蔗糖。可能会有淀粉，可能会有葡萄糖、果糖，都可能。然后最重要的呢，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吃草本的植物呢？就是因为我们需要摄取它的纤维素。这个纤维素，除非在特殊的条件下面，才能够被水解，否则纤维素是没有办法水解的。我们的胃酸是没有办法去消化或水解纤维素，所以纤维素你咬得再烂，它在你的消化系统里面还是维持原来的样子。因着你的肠道里面有很多的纤维素，所以肠道，我上次就讲，肠道就告诉大脑，说我这里面有好多的东西，啊，大脑呢就发个指令叫肠道动得快一点。请你注意，纤维素在我们人体，我们看成它是一个多余或叫做。对我们人体来讲是异物或没有用的东西。当一个异物或一个没有用的东西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的身体它在本身的一个
功能上面就会想办法赶快把这些东西改掉。所以不是纤维素可以加速肠道蠕动，不是，而是因为纤维素进了你的肠道以后，你的大脑指挥你的肠子加速蠕动，以便把纤维素排出体外，懂这意思吗？我们现在都把它讲反了，说，哎呀，你要多吃青菜，多吃青菜哈，可以帮助你这个肠道蠕动。多吃青菜不会使你肠道加速蠕动，而是多吃青菜以后呢，它可以使你身体里面的异物增加，然后呢，你的大脑说，哎，拜托拜托，里面杂质太多了，赶快帮我把它排掉，然后呢，肠子就开始动起来换。那就不要吃，就没有异物了。啊？不要吃就没有异物。对呀、啊，不要吃就没有异物，然后你的肠子就排就活动的比较慢，对不对？对呀、啊。活动的比较慢就会怎样？闭眼。当有这样的状况以后，你的大肠就会增加很大的负担，你的直肠就会增加很大的压力。在这种状况下面，最轻最轻的一种状况叫做痔疮，这是最轻的，这已经是最轻的。再往里走，那就叫做直肠癌、大肠癌。所以，当我们有纤维素的时候，因为有东西进去，所以我们想办法会让肠子蠕动的快一点，然后把它排出来。淀粉跑到我们的嘴巴里面去，我们嘴巴的唾液里面有很多的淀粉酶，可以使淀粉水解成蔗糖，然后蔗糖再水解变成葡萄糖跟果糖。我们的肠道尤其是小肠，的吸收是以单糖为主，双糖以上的东西，我们的小肠是不吸收的。所以你吃进去的东西，你从小开始吃饭，吃固体食物的时候，你的父母一定会，你的父母或你的师长一定会告诉你，细嚼慢咽，对不对？为什么要细嚼呢？就是因为要用你唾液里面的淀粉酶，把吃下去的淀粉这个东西，在口腔里面跟淀粉酶充分的混合以后，使得这个东西比较容易变成双糖类。双糖类在你的胃里面很快的就可以变成单糖，然后这些东西进入到你小肠以后，这些单糖就会马上被你身体吸收。所以如果说你是狼吞虎咽，这个东西进入到你的胃里面以后，因为胃里面的淀粉酶有限，使得它在胃里面的停留时间会过久，然后
过久的状态下面，它会陆陆续续的变成蔗糖，然后蔗糖再变成单糖，使得你血液里面的血糖一直维持在高档的状态下面。当你的血液里面的血糖一直维持在高档状态下面，你的胰岛素就会过分的分泌，会使你的胰脏会过劳，胰脏过劳就会产生一个病变，叫做胰脏癌。有两种癌症是最难查的，一个是胰脏癌，一个是肺腺癌。我觉得好像在开健康讲座。OK， 胰脏癌为什么那么难查呢？因为它是在胃跟肝的一个中间，所以当它有不舒服的时候，你会以为是胃痛。然后，或是说去检查肝跟胆，等到你把肝跟胆跟胃都全部解决，说没有问题了，那胰脏癌它就已经一发不可收拾，麻烦就在这里，它是很难被检查出来的事情。所以，你的父母跟你的师长才会告诉你要细嚼慢咽，使得淀粉可以很快的变成双糖类的东西，然后双糖类在你的胃里面很容易就水解成单糖类，这个时候你的小肠就可以依次吸收完毕，然后呢全部跑到你的血液里面，然后你的胰脏呢就依次分泌胰岛素，然后造成你血液里面的血糖的一个平衡，然后这时候 OK 就全部解决了。好，多糖所谓的糖原其实就是所谓的肝糖，肝糖我们上次讲过就会存在你的肝里面，好，肝里面会存油，会存糖。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做过肝的超音波扫描，应该没有，希望都不会，好好运动都不会。我去做过一次，我那个放射科的大夫写完一大篇的报告以后，我的医生只告诉我说：“哦，你的肝太油了啦，里面油太多，运动运动这油就没有。”三酸甘油脂最后变成甘油或甘糖，跟各位讲个常识，这个东西原则上在上了年纪的长辈，我们希望他到定期，不是一个礼拜跟一个月能够测一次血糖，就自己在家测，用那简易的那种血糖计。但是到了医院，我们原则上是测这个东西，这叫做糖化血色素，也就是说看你肝糖的一个运用。糖化血色素的概念是你三个月的平均血糖，我再讲一遍，所谓的糖化血色素是指三个月的平均血糖，那个值大概是6.5以下，如果说超过6.5的话，就会有糖尿病的可能。这个在我们这种年纪都需要定期去查。
医院里面原则上是不测血糖的，但是哈，话说回来，好比说荣总来讲，我不知道各位对荣总熟不熟，我对荣总已经是算是相当熟了。荣总的抽血地方呢，他们就会说，哎，有没有人要扎手指头的？然后有很多长辈就说，好吧好吧，就扎手指头吧。他一看那个单子，哦，测血糖，他不是测糖化血色素，他是测当天的血糖。然后呢，就去扎个手指头测个血糖，那就很奇怪了。照理说这件事情是你在家里面就应该自己做的事情，而不是应该到医院去做的事情。所以说我们的健保费就变成很高，健保支出就变成很高。为什么？大量像算一次检验，了解这意思？那个检验费很高，虽然说它只耗掉一张试纸，但是他们的检验费跟健保请求起步的时候，那个是很高的。所以现在荣总已经很少去验血糖这件事情，所以现在已经几乎所有医生都要求说要验糖化血色素。血糖跟吃东西不吃东西有关系。好比说你现在是空腹验的血糖跟你吃过东西两小时以后验的血糖那值都不一样，但是糖化血色素跟你吃不吃东西没有关联。这就是跟我们的糖类有关系的东西。好，我再帮各位整理一次，你应该就很容易把糖类把它解决掉。第一个，糖类分成三种，单、双、多。单糖分三种，一种葡萄糖，一种是果糖，一种是半乳糖，这些都是还原糖，都可以使多元试剂、斐林试剂产生反应。双糖里面蔗糖、乳糖跟麦芽糖，它们都能够水解成这三种状况，这要记。然后这三种里面呢，只有蔗糖不是还原糖，所以只有蔗糖不能使多伦试剂跟斐林试剂产生反应，乳糖跟麦芽糖是可以的。然后再经过缩合，就变成淀粉、纤维素或甘糖，我们叫或者称为糖原。啊，这种东西，淀粉可以分成直链跟支链，直链的遇到电，它可以成为蓝色，所以说它可以当做电分子的指示剂。支链原则上碰到电，它不会有蓝色的反应。纤维素是形成维管束或细胞壁的主要材料。然后纤维素没有办在一般的状况，尤其是在生物体里面，原则上是没有办法被水解的。在这种情形上，我们人体没有办法运用纤维素，所以说必须要被排出体外。好，这就是整个糖类的一个大概的。中间至于说给各位的档案里面，它的这个清基要怎么接那个东西。你有兴趣就去看，没有兴趣不要看，因为你看的话会一个头两个大，因为它整个牵扯到是一个立体的一个结构，了解这意思吗？啊，好，请问有没有问题？真的没有问题。好，你讲一个。我，讲遍不听嘛，你年纪最小。啊，太多了。没有啊，三分钟不要。太多了。啊，是是。
是要谈我吗？还讲什么？主要？你上课吗？哦，刚刚是所谓的糖，又分单糖、低双糖、多糖。单糖又可以分。好，陈玉去讲，来。哎呀，不是，是那开个头而已啊。哎，陈小，你是最小，我是帮你啊，就跟我刚讲一样嘛，就这样讲一讲就好了。啊，我不念自然的，啊，你要念自然，那你又不，你又不学。方向还未定。儿子他呢？是谁要练自然的？哎，要来修化学课就不要吵。好，修化学课。啊，就。上面讲，上面讲。其实哦，你会讲的，你讲一遍，其实你就记住了。嗯、来，哎，两位公子，是啊。快点。你这个时间很难耗的，快。哦，好，那我问问题。好。那个、啊，我还是对于他为什么是怀念糖或不是怀念糖，还是不太了解。哦，你说双糖的这个部分。哎。请你去看讲义里面，就是我给你的档案，不是这个讲义。哦。我给你的档案里面，他怎么样去做缩合？然后在什么状况下面，它的全基还保留或消失？跟那个吗？跟那个什么水解有关系吗？不是水解，缩合有关系。缩合。对。哎。对的。水解以后，它又会部分的跑回有那个全基的状况，但是它水解它一定要有它的条件，不是说蔗糖融化就叫水解，不是那个意思。那起码它还有一个界限，它要把它打破。所以你去看那个档案的时候。它会有一定的水解的一个程序。好，所以水解不是融化，跟融化不一样。水解是要把一个分子由一拆成二的一个过程，叫做水解。OK， 也是跟水反应的意思吗？啊。哦，不是跟水反应，请你去看那个档案里面。最主要是因为它要缩合的关系，它要去掉一个水的分子，在这样的状况下面，会使得在整个键结上面，蔗糖
就把那个拳击就弄掉。在这种情形下，这行就没有拳击的情况下面，所以他就不是，他就没有还原力，他就不可以，没有办法使多轮试剂跟斐云试剂产生反应。那至于说它中间缩合的方式，这三种通通不一样，水解的方式也不一样，它断哪条键接哪条键，虽然说缩合都是去掉一个水分子，但是它键结的状况不一样的时候，它整个的物理性质跟化学性质就产生了不一样。OK， 好，我真的恳请各位，你的范例不写，我没意见；练习不写，我没意见。但是后面的历届考题的那些选择题，麻烦各位一定要写，好不好？你写完以后，后面都有答案，所以说我不必叫各位教，对不对？然后你看了答案以后，如果说你可以明白了 ，OK 也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你还不明白的话，请你去参考我的讲义，好不好？我里面写的非常非常清楚。OK， 好，今天到此为止。